大家看一下我的血量，个十百千万，99999滴血，这下可不怕摔死了。这种跑酷完全不放在眼里，面对这么高的墙，直接往下面跳。这些仙人掌迷宫根本不再怕的，直接闯过去就完了。这些仙人掌都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一点都不痛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再使大点劲，顺便还可以给我按按摩。以前这些仙人掌扎我的屁股，现在我一点都不怕你，这不就轻轻松松过去了吗？这鱼塘里面这么多食人鱼，你们赶紧过来咬我吧！今天我可是有99999滴血，走到哪里都不怕，想怎么游就怎么游。今天就算把你们的牙咬掉都没有用。这里的岩浆池，直接走岩浆里过，正好泡个岩浆澡暖暖身子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这就通关了。我还没泡过瘾呢。岩浆迷宫也是小意思，直接从中间穿过去，丝毫不慌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想不到我小迷今天可以如此的厉害。这个地刺是想让我们走上面过，怎么可能？直接从地刺上面过去，顺便再给我来一个脚底按摩，好舒服哎！这个弹簧关卡我们直接走过去就行了，就算被上面的地刺扎到头也没关系。成功过来了，巨人核心和岩浆，正好刚刚还没有泡过瘾，顺便再给我免费泡泡澡。哎哎哎，真舒服啊！接着走岩浆里面过去，我小迷要是眨了一下眼睛，皱了一下眉头，就算我输。一口气直接游过去，这里点一下存档点，前面的这个电路方块可能会粘脚，上面都是地刺，不过一点都感觉不到痛。接着跳，再跳，哎，还差一格就要过去了，打脸来得太快了吧！接着再来。这激光和篝火比仙人掌按的还舒服，再接着摩擦，接着走。今天体验的项目太多了，又是游泳，又是泡岩浆澡，还有按摩，现在感觉全身都充满了活力啊！